中华台北景美师大女子拔河队又传好消息，20日成功卫冕2017亚洲杯拔河锦标赛室内500公斤组冠军，气势如虹，拿下亚洲四连霸。图景美女中提供分享。中华台北景美师大女子拔河队又传喜讯，本月20日在2017亚洲杯拔河锦标赛拿下亚洲四连霸。为培养新血，这次选手阵容更以高中生为主，成功克服首度站上国际赛场的心理压力，六战全胜。他们将在24日晚间返台。景美师大女子拔河队从2010年参加亚洲杯，包括2012年、2014年和今年均获金牌。此届亚洲杯赛事在泰国曼谷举行，女子500公斤组锦标赛共有5队出赛。拔河队员从预赛到决赛保持全胜战绩，四强赛先对上辽国队，仍以2-0晋级冠亚军战，和地主泰国队拼高下，最终以比数2-0、6-1为师赢得冠军，也完成亚洲杯四连霸壮举，让女选手们抱成一团直呼感动。